香了，哇，好多螺丝了。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的挑战，妹妹，我跟你们说，抓那个骆驼太好耍了，我现在都真的没有半大半桶了，我现在都还舍不得走，你看嘛，随便手一薅就飞，你看嘛。哎，我实在是骑不动了，根本捡都捡不完，哎呀。经过多年以后，所有的过与错，好重啊，无法解脱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经过多年以后，哎呀，妈呀，好重来的。这是的过程啊，我去，哎呀，哇，这底下还有好多螺丝了，我看要捡。简单的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风景，道理就是我，为什么经过这一生，所有的爱与恨不能淡薄，为什么经过多年。今天把这个螺丝弄来吃了，现在已经喂了好多天的水了，然后妈妈把屁股都已经剪干净了，先把它来炒了，然后现在妈妈她已经弄了一半来吃，这还有一半了，可能就得去四天了呀，四天还是十天要说，要说小伙，小伙啊，中午他来拿给你下酒。这些炒螺丝的配料都在这儿，这儿也是，这儿下了油，火烧小一点啊。哎。今天我下螺丝，你再烧大火。哎。先下姜蒜。哎，这准备烧大火啊！对。我下螺丝了啊！哎。烧大火。这个螺丝要多煮一下，最少最少要煮个20多分钟。哎呀，干爷！哦，干爷是三个人养自己人就可以了。快来人！我说哈生，今天雨天你喝2杯啊？平常都只有1杯的，今天2杯。实在是太凶了，他又把头盔跟他弄的那个床笠全部扯下来了，太凶了，简直！吃饭吃饭，手抓才有感觉，捏不起来。哎，牙签儿，我也有牙签儿。嗯，要得。哎，买只螺丝安逸，我想啥的时候再去弄点回来吃。嗯，再去点嘛。嗯，你螺丝好肥哦。把头你们吃的及时，对，要是手不方便来，来吃完了接着再咬，我就拿手在盘盘头抓喽。我没去抓，等吃起来才有感觉，晓得吗？没事。有时候加油。
加油袁叔，加油！你给袁叔，这是这种肥螺丝儿，心情安逸。